陈浩氹老婆有绝招。陈浩阿毛同陈一梅 Amy 嘅爱情结晶品出世差唔多成100日啦，虽然阿毛仲未谂到百日宴要点搞啊，但系就话都想低调处理。其实而家小阿毛都系 Amy 主力抽嘅，而阿毛就落力赚奶粉钱，一个主外，一个主内，都几吓怕噶。但系分工得嚟都唔可以净系挂住赚钱同凑仔噶噃，冷落咗个老婆就唔好啦。有冇谂住做翻啲咩氹下人先？都系唔系头先讲喺屋企嗰度，算打理少咗啦。我成日觉得系好多时会忽略咗夫妻之间嘅关系，但系我想变咗，我会更加留意呢一点，就希望可以成日都会做啲嘢去氹翻啲唔开心啊，出去食餐饭啊，可以真系会舒缓下嗰个屋企嗰种压力咯。因为真系小朋友所侵占嘅时间咧，都几多下嘅。但系夫妇之间都要俾翻啲 effort 出嚟，话希望可以妈咪又开心，妈咪开心，自己又开心，都好紧要。查实你真系会做啲咩氹 Amy 先，分享嚟听下，当系教其他港巴佬都好啊。其实都系做啲好基本嘅嘢咯，有时可能系送下花啊，出去食下饭啊。